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 FFX 太空战士10最终幻想10 Final Fantasy X， 没有，这一款是之二啦，抱歉，刚才都念错了。好，我们要正式开始了。那上一次呢，我们在这边把陆行鸟派出去哦，你在抱头什么？我抓一只陆行鸟那么辛苦，不理他了，我们走了，我们先回飞空艇了。我们先回飞空艇，前往飞空艇。咚咚咚咚，我们来咯，上来咯。我也不知道我玩到几趴嘞，刚刚没有看，没有看清楚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就会看到了。噔噔噔，来咯，跳！来了，来了，我玩到几趴了？交得好兄弟。好兄弟，这个现在是鬼月，鬼月好兄弟来了，他的名字就叫好兄弟。看一下我们玩几趴了，我们现在玩46趴了，各个寺院发出求救讯号有没有？我们去过了马卡纳利亚之森了，然后这个还没去过，安宁平原好像也没有去过。刚刚是去安宁平原，没错、啊，这个好像处理掉了，对不对？亨密街道好像处理掉了。加入，我们先去加入好了啦，从加入一个一个慢慢看下去，好不好？破解幻光球大赛，哎，要举办破解幻光球大赛，哎，冠军奖品好像是变装幻光球哦，变装幻光球，哎，哇哦，我们来吧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。变装幻光球，哎，感觉好棒哦！不晓得要变哪一套装备。虽然我们没什么在练功，装备都变不完了。可是现在不是寺院魔物大暴走吗？为什么现在还可以这么轻松的在这边破解幻光球啊？真的是好奇怪哦！ここには魔物は出てないそうだ。哎呦，没有怪物出现哦。スフィアなんとかの大会だってんで、みんな浮かれてるぞ。スフィアブレイク。破解幻光球，我会啊，我会啊，我会。之前我们有一集都在念，都在念那个。行ってみようか。哦，我们要去参加破解幻光球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有没有印象？我其中有一次的直播，大概花了半集在念破解幻光球的。怎么玩破解幻光球？结果念完之后玩不到两场，结果还被观众念说：“哎、欸，你在搞什么？”念剧情、念那些解释，怎么玩破解幻光球都比这个还久，有没有？玩的时间比较久。我们先熟悉一下嘛，反正我们是玩家，有 SL 大法，不要怕 ，SL 无敌，好不好？哦，要开始喽！今、ルカで話題騒然のゲーム。スフィアブレイク。薛琳达、欸，その腕を競う大会がいよいよ開催されます。你看他们都还没有高清化，我又在嘲笑他们呢。こちらは主催者のリンさんです。リンさんです。リンさん出来了。リンさん嘞？他在哪里？欸？有出来吗？哎呦呦，リンさん在上面。怎么一大堆美女包围啊？怎么这么爽啊？皆さん、正々堂々と勝負してドレスピアを勝ち取ってください。怎么这么爽啊？我练赏过的。天守府の妙にやん。还有人在旁边磨蹭呢。噔噔噔噔，胜过聚集在陆家。陆家，你们一直叫我讲陆家，我不能讲加入了。陆家的玩家们获得冠军奖品变装幻光球吧。胜利条件，用规定的硬币与持有核心的幻光球对战，获得三胜的人能进入决赛，只能与同一个对手对战一次，请在城里寻找对手吧。打到三败即失去资格。三败就失去资格，获得五枚蜥蜴币、五枚鸟内币、五枚黄蜂币、五枚邪恶精灵。有哪里不懂吧？其实我都忘记了。
其实破解换光球规则我都忘记了。不要啦，我们不要再看破解换光球规则了，告诉我大赛规则。哎哦，就这个哦，那看过了，念过了。噔噔，哎，我们先跟薛琳达讲话好了。薛琳达，走上这条路的楼梯地方好像也有玩家哦。那林桑 ，Yuna 大人也尽情享受游戏吧。噔噔噔，那这个嘞，这个小矮人，东小矮的，有哪里不懂规则的吗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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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别告诉我了。好啦，上面也有玩家是不是？我记得上面有一个宝箱。不要重念，我也不想重念，我也不想重念，请大家看重播。现在对战，零胜零败。噔噔噔噔噔，我们说不定要 SL 大法嘞，所以不要太兴奋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又拿到道具了，跳回来。哎、欸，那里有存档点，先去存档。啊，什么都不说，先存档再说。喂，跳回来。噔噔噔噔，存档存档存档。存档第一，好不好？哦、存完档再跟你们打。哎、欸、，SL 大法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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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开始喽！哇哦！对啊，当然要先存档，不是废话吗？不是 XL， 是 SL，S 存档 ，SAVE， 好不好？嗯 ，SAVE 存档，嗯。这个幻光球是我们的镇店之宝呢，嘿嘿嘿，镇店之宝我要了，我要把什么？我要把冠军奖品卖掉，再盖一间新店。哦，来比赛一下吧，难度什么？回合数十回合，通过硬币数25枚，回合限制时间60秒，60秒哎，还蛮长的哎。梦想新店铺的核心幻光球。抱歉啊，你的梦想就到此为止了。我们来比赛吧！啊，你的梦想就到此为止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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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来喽！噔噔噔噔噔。其实我根本就忘记规则了，我根本就忘记规则了，还要跟嘉宾。有60秒哎、欸。哦 ，combo 数是6，3+3，好不好？3+3，噔噔，3+3可以吗？哎、欸，第二回合，这是什么七哦？这是七还是一？2+2+多少？14的话，2+8，80嘛，再加一个4，没有4哦，没有4哦，怎么会没有4？怎么这么烂呢、啊？2+8+9好了，+9。19，再加2，再加2，哎、欸，没有2哦，也没有2，那有什么啦？有什么东西啊？有没有5？我也觉得我一直在乱按，有没有？现在还有4，又是4，没有啊，没有这种东西啊。7好不好？31了，又要4哎、欸，看来要输啦。这个不是1哦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，我现在都在乱按。欸、看来我全部按了啊！没有二了，我们要输了，我们加法都加不好，我已经忘记怎么玩了，有没有？加法都不讲，加不好了，又漏，太快了吧！太快就干掉了，有没有？太快就被干掉了。哎、欸，对不起，刚刚大家没有看到，我们再重来一遍，我们再重来一遍，好不好？哦，我们再重来一遍，好不好？我们马上就输了啦，哎、欸，一败了啦！刚刚还大言不惭啊，死定了，死定了啦 ！Yuna 大人再举办一次演唱会嘛？输定了，输定了啦！啊，我们这么烂能赢吗？啊，我们大言不惭，说不定大人也很沉迷哦。有没有要来比赛的啦？我们快输了啦，我们要输了啦，太复杂了。对啊，你们能不能？不要虐待我，小朋友也爱玩是不是？小朋友不要跑啊，再来打哦！忘记加法，真的，我们被人家打败了，没关系，3败才淘汰好不好？我们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不要这么早放弃，现在放弃比赛就结束了，我还是新手，要不要跟我比赛？
还是新手，来啦来啦来一下，请手下留情。那装新手哈，装新手，我最讨厌装新手的人了。我最讨厌装新手的人了。来哦，还要八哎、欸，八什么？我应该先想好要什么加，对不对？八，这里面的都很大啊。刚刚还没有四，怎么加都加。八五加三，五加三，噔噔，没问题。五加三，一，一不是就这样我死吗？五啦，等于五啦。哎，请选择最初的硬币。哎呀，可恶，五啦，五啦，五等于你啦。莫名其妙，一这个根本就没录用啊，逼我浪费硬币。二加六，二加六，叮叮，呜、二加六，我现在有八个了，我现在有八个，消耗两个有没有？我现在要达到十五枚硬币哎，八又是八，三加六加七，三加六加七，七七七十六嘛，对不对？噔噔噔噔。哦，我这次消掉两个咯，十五咯。哎呦，三呢，又是三。那二加七九，二加七九，二加五五，五要加四，这里没有四啊，可恶。二加七啊，二加七。哎，九，嘟嘟嘟嘟嘟。哎呦，六个，六个，六个，还有机会赢吗？三，三，三，二加四六。二加二、好了，二加四啊，二加四六，哎呦 ，combo 数两个，哎呦 ，combo 一次哦，我拿到一个 combo 哎、欸，哎七就是要，这里有两个一哎、欸，二加五，二加五 ，combo 这样就有 combo 了，又多一个 combo 数，哎 ，combo 数二，哎呦呦呦，先八喽。哦，第八回合七，所以就是要二加五，二加五 combo 数，继续 combo， 这样就可以 combo 了吧？叮 ，combo 三次，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啊、哦！又有机会了，哎、欸，二加二，二加二，呜呜 ，combo 哦 ，combo 四。四次，可是我的消耗已经剩一格了、欸，没机会，输定了啦！怎么会消耗的这么快？道具有没有可以捡的？我为什么忽然就要觉得要输了？二加二，四，八，八，十六，哎，减十，十六，我还差一，还差。还差好多、哦，十六，十六，十六，我现在十六，这个多少？十六，二十二，二十二，一二三，二十，二十，我还差一个四，这样有没有机会？加一名，有没有机会？消耗二十五 ，You win， 哇，我赢了！哦，消完是赢哦，哎呀，我赢了、欸，我莫名其妙赢了，我连规则都搞不清楚就赢了，你真厉害呢、欸，我连规则搞不清楚就赢了，不好意思我赢了啊，不好意思我赢了，不好意思，要一决胜负吗？好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不好意思我赢了，等等了，放马过来吧。我跟大家讲解一下啦，我也才刚搞懂，不是你们没搞懂，我也才刚搞懂，有没有？它就是上面就是你有15个回合，然后要消耗掉20枚吧，还是20个数字，我忘记了啦，好像是数字还是枚，反正就是要消掉20个，然后你当你消耗的硬币数相同的时候就可以 combo， 啊、combo 就可以翻倍消这样子，这样了解吗？我们开始咯。就而且黄色的硬币叫做基本硬币，不算回合数。看我现在消一嘛，它就增加一，消耗一就是。